宝藏啊宝藏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。藏得这么深，看来我得逼他一下。我不信，我一心想当解放军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许香，原来你还想当解放军？当解放军有什么好处？你喜欢的杨忠就是解放军，结果呢？他差点杀了你。过去。还有你，王干事，我黑象不是傻子，你不用拿奖励那一套来糊弄我。别动，把钱拿出来，拿出来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些宝藏都是我的。黑象，你也太黑了吧！你们小鬼翻身了。黑象，开枪！开枪！开枪啊！真他妈没主！你说说你们三个。跟我争宝藏，凭什么？哎，凭什么？杨毅从小认贼作父，我卧薪尝胆，为了这点宝藏，我连自己的亲哥哥都可以不认。你们在我杨毅心里头就是个屁。寻香，我本可以给你一条活路，我杨毅答应。过不了多久，我就送我哥哥下去陪着你，让你们在阴间做一对好夫妻。动手！罪有应得，寻香，你真不愧是女中豪杰啊！现在好了，土匪也被消灭了，宝藏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。王干事，我一直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不是解放军。经过这场恶战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果然是解放军。我当然是解放军了。寻香，你不是一直想当解放军吗？你可不能一错再错了啊！赶紧把这些宝藏交到我们解放军的手里。黑香，动手吧。王干事，这宝藏可是我们沈家的，让我交给解放军，不可能。寻香，这些宝藏可都是国家的财产啊，你这样可是在盗窃国家文物啊！盗窃国家文物，好啊！如果我要是把你给杀了，就没有人知道我盗窃国家文物了。对不起，王干事。寻香，寻香，其实我一直不放心，怕你是解放军的人。现在看来，你跟解放军也是势不两立呀。好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
军校，实话告诉你，其实我的真正目的也是这些宝藏。既然你的目的也是为这批宝藏，为什么刚才要缴我的枪啊？你想演给谁看啊？哎呀，寻香，你看看啊，这全国都解放了，拿着这些宝藏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，只有继续隐藏在解放军里才能够安然无恙，到时候咱们还能够都别动，都别动。政委，你来的正好，为了这次任务我是受尽了委屈，我费尽了心思让他们相信我就是解放军的奸细，现在好了，宝藏找到了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把这两个土匪给抓起来。说的有道理，来人把这两个土匪抓起来。抓起来，不要敢动，我就不客气。别动，别动。昆山呐，啊，看在你费尽心机保护宝藏的份上，我真应该给你记功啊。啊，谢谢政委。来人把东西搬走。是，是，走走，快走，快点。来，都搬走，那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就白费了？奶奶的，这回老子只有拼了！啊，不许动！放下，把东西都给我放下，放回去。退出去，要不然我一枪干掉刘政委。退。黄昆山，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政委，对不起了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费了这么大的心思就是为了这些东西，我不能让你们这么轻易的拿走。你休想，这宝藏属于国家，属于人民，你一件都拿不走。有本事你就开枪吧，开枪！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今天这个事儿多亏了你了，没有你，我们还挖不出王昆山这个蛀虫，这个败类。我代表人民，谢谢你。押回去，起来，走，快！寻香，没想到我栽在你的手里，这也算是天意吧。何苦的，王昆山，我现在明白，人还是要走正道。为了把你挖出来，我是真的很累。押回去，下次你再打准点。走，走。